She finished fifth in Getai Challenge 2018 and is now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uprising entertainers in MediaCorp. Yang Guang Kele has been performing Getai since she was 13 years old and there's nothing stopping her. Today, I'm just in my best Getai dress because of Yang Guang Kele and I look like a fashion disaster. Look at this dress, my socks, and some free bedroom slippers from somewhere in Turkey. But anyways, today, 我不是重点, 阳光可乐才是. Did you know that she used to wake up 3 a.m. every day just to travel from JB to Singapore for work? I don't know how she did that, but now she finally managed to rent a condo in Singapore and call this a second home. So how does this place look like? Let's find out. Hello! Good morning! It was so early! Yes, very early. Oh, why are you all here? Dressed up? Why am I here to see you, Kele? Ah, you want to drink coffee? Yeah, sure. Yeah. You got wine? I know. I can do that. Please come in! Thank you! 你要好好的介绍的家给我看一看。 那我就来介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吧。好，那蜈蚣吗？ 蜈蚣啊。 哇，而且你这个蜈蚣哦，名牌蜈蚣哎，都是有牌子的鞋，还没穿这个，还没穿的，哎，这是我最喜欢这个，我打算新年的时候穿。哦，看一下，哇，很阳光可乐，有钱人就是不一样。没有，是辛苦的姐，这只有这几双，所以我就放在这里，因为我知道你要拍嘛，所以故意放的。啊，不然没有，少来了，你谦虚了，来来来，我们看别人，看看吧，准备看看。 你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是量你身高的吗？没有，因为我们这种时常要打卡的 OTD， 所以要有一些东西可以。喂，今年的阳光可乐在这边，明年在这边，后年在这边。其实是一个 hope 的 ，hope 东西的。哦，对，给你铺衣服的。啊，你要铺你的 bag。哇塞，我完全没有看出。那外套，对不对？这种艺术的东西很难的啦。还有，你为什么会有那个东西？ OK， 哎，这其实我们两个可以做。哦，是吗？哎，看起来板正了了，你确定啊？可是我们要同时。哇，哈哈哈哈哈。OK， 这个又啊，下面有泳池。哇 ，OK， 我不游泳啦，但是我喜欢打卡拍照，所以我没有，我不游泳，可是我很多比基尼。嗯，哈哈哈哈，是纯属拍照，所以这个也是可以拍照打卡，很美耶。哇，你是很用心耶，去那里买这东西哦。也是淘差。哎，讲真的啦，你现在搬来新加坡之后多久了？哎 ，COVID的时候我就留在这边嘛，不能回去，差不多就习惯了，就COVID的三年嘛，三年。我记得以前我问过你，你为什么要每天从 JB 来回？因为没有常住在这边，所以那时候就妈妈带，因为我的家人全部在 JB， 就那边就家咯，然后就每次来回。可是3点起来不累呗？ OK， 拍戏的时候可能6点7点 call time， 可是如果我住这里的话，比如讲我8点唱，可能我7点7点半来出门就可以了。对耶，真的，而且这个地方哦，真的看起来很美很大，不过还是有点乱。<笑>有人住的地方就会乱了，已经尽力了。那你都会花多少时间打扫？ 没有哎，你没有打扫，没有，哎呦，因为这个机器，这机器呢，它可以自动这样，它可以自己走，所以都是智能了，所以这个房子多大？要告诉你，1300平，这个房间呐。哇，你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子吗？啊，没有，我住一间房间啦，但是因为这里没有人住，朋友啊，朋友借的，所以我就为所欲为。那房租多少钱可以透露吗？哎呀，讲钱伤感情，怎么一直这样说？ 来，看厨房，我是厨娘哎。你看，你来看，虽然很空哦，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必需品的。想食，比如说这个饮水机，你看，超好的 ，OK， 你要冷水 ，OK。 哦，还会唱歌的，啊，你还唱歌？对，还有音乐啊，还可以换别的音乐。哇，而且你真的是很喜欢 Hello Kitty 哦，你看去年那个杯都是 Hello Kitty。对，啊，你还有咖啡机啊，星星神，啊，该有的有，因为我是厨娘嘛，所以要这些油啊，这些一定有的。嗯，厨娘啊，哇，你都煮些什么？厨娘。你除了酒还有什么？ 这些都是你去过的地方吗？啊，朋友吧，我那有去过这么多地方。我去过伦敦，我今年去伦敦。哦，nice。这个好了，这个好，喝口水吧。嗯，刚好给我哈，对呀，他多一点水。我看，噔噔，哇 ，You are not kidding when you said 你没有打扫哎，真的很脏哎，这太脏了吧 ，Hello。
因为那个机器不能够啊，滑到这边来，到这边它就会卡卡卡卡这样。Everybody， 我们请特写一下这个 Hello Kitty 的拖鞋，看看它从白变成灰的这整个过程。谢谢。节俭哦，节俭，我就始终如一。好了，生日我买多一双给你了啊，谢谢你，谢谢你哈。你看，哎，这个周围会很酷啊。嗯，你看有等你没有？啊，你干脆不要放。超空的房间，真的很空呀。Yeah， 然后呢，我这里就是算是一个工作室啦。OK， 这里我还没有整理好的。对，然后我的最得意的，哒哒哒哒，可以 close up close up。哇，哎，杂志封面哎，人生值得，人生值得，真的，我都没有过。Yeah， 阳光可乐要当心嘛，小 S。啊，然后这就自己自留了很多本。哇，很棒。OK， 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艺人啦，明星，所以有一些一两个粉丝，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很贴心的做了这个板子给我，太可爱了，然后被你打成这样子，是一个可能他们太疯狂了，他们就这样。哇，我觉得这个做的好棒哦，啊 ，Girls Go Army， 对，非常喜啦，有一些送给人的一些卡片，哇。哎，送给人干嘛？还在你家？就是送不出去，留在家里。这个图片是粉丝自己画的画出来的，就是你看我的真人是这样，所以卡通就变成这样。OK，请投票哪一个比较可爱？然后我在这里我就会做直播。哎呦，所以因为这边讲很干净嘛，然后又有空，也可以做直播，有阳光有阳光，有包坑你。对，等一个小小的自己一个空间啦。所以你说你这身衣服是歌台衣服？是的，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歌台衣服。来 ，Are you ready? I am. You say, one, two, three. Open sesame. One, two, three. 哇，亮片。对。Puffy skirts, puffy dresses. 对，不同的颜色，来不同颜色，因为我们歌台主持的话就是。一台要换四套衣服，所以我们就要多一点啦，多一点颜色了。那你可以重复吗？可以啦，因为这些都是我自己的，这不是租，不是什么，是自己，所以就尽量不要在短期内穿一样的啦。人家看到你，没有换衣服是。哎，这个你可以循环使用，哎，农历新年也可以拿来穿一穿啊。对啊，新年我们有新年的，这个是过年的旗袍，它是一个长裙的，这是我蛮喜欢的一个过年衣，可是我不常穿。我有点 OCD 耶，你的 hanger 为什么有些是这样，有些是那样的？Hello 啊，这个嘞？啊，这个没有，因为我不够高，动不到上面。我动得到吗，小姐？我动得到吗？好 ，Next， moving on。欸，小姐 ，This is my bedroom。Okay， your bedroom， yes. Sure。加拿大呢？就是一个温馨的地方。然后你看，这里还可以看到游泳池。欸，完全开进来的人都可以看到你耶，楼下一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了。我喜欢你的那个窗帘拉起来的时候一片黑暗，开的时候哇，看起来阳光很好，对，光线很足是啊，就是你要出去睡觉的时候，那光线照射不到你。哎，阳光可乐，你都几岁的人了？这个视觉上的冲击会不会有点大？哪里会？Hello Kitty is the best 哎。OK 了。其实我马来西亚的家更多一些娃娃，所以寄人篱下嘛，所以我就放了一些些。只有马来西亚哈。你为什么选择在马来西亚开 cafe 呢？其实，你看看 Hello Kitty， 来特写一下。你知道 Hello Kitty 有首歌吗？是啊，三二一 ，Hello Kitty， 那这里是吗 ？Kitty， 我一呐呐呐呐呐呐。哎，到底是不是？我只听过那首 Hello Kitty 的 Hello Kitty。这个歌没有听过，难道这是所谓的代沟？代沟，年龄上的代沟啊！其实这就跟我的，其实可以拎到我的歌台生涯。因为以前我爸妈是饮食业的，然后就生意失败，我们有四间分行哦，又可以拎到我的名字，因为他们的名字是叫宁可乐 Happy Bubble House， 所以为什么我的艺名会叫可乐是这个原因。但是很难跟人家解释一大堆。你那时秘密跟我讲，因为你爱喝可乐，然后我又很可爱，又很快乐，又很阳光，所以叫阳光可乐。所以是那个西餐厅叫做宁可乐，所以后面我的名字就叫可乐。所以为什么 JB
maybe 我们会开会，所以我跟我哥哥就长大了嘛，就想要卷土重来，重温一下这样。所以以你的实力，你开了一间 Love Cafe，来帮你爸妈圆梦啊，算是这样。也是觉得弥补我跟我哥哥的遗憾吧，就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就结束这样。所以那个 cafe 是你跟你哥合资开的吗？是是。哦，那你爸妈是帮忙？就帮忙了，对，像做一些酱料啊，特别的这个食材，对，然后整个 concept 想法都是我爸妈。可是因为我哥哥是室内设计，所以设计呢是他设计的。哇，你们一家人好团结哦。是是是。哎，我觉得你们可以考虑把 Love Cafe 带到新加坡啊，很错，新加坡很错，租金不便宜，不便宜是，可是。我们那里的食物很便宜，所以我们是走给你最高值的食物，然后呢送你最平民的价钱。可以去哦，可以去哦，地址在这里。有 discount 吗 ？For 我的 viewers 啊，没有。那你这边还有更多的歌台衣服吗？当然 ，OK， 今天 OK， 让你大开眼界 ，OK， 五颜六色。等一下，你一生中所有的歌台的服装都在这间家吗？是不是，其实车上有一些，然后还有JB 的家里还有一些，真是比较大一点，那他后来不方便带来一点，就比较大的场面可以穿。准备好了吗？好，三二一，进来。啊、就是很多那种蓬蓬的纱裙，对，那个红色有过年啊，有橙色，有黑色，然后这个卡龙色，这个怎么穿？这是什么啊？这蓬纱，这个是它是一个腰封，然后是一个蓬纱，前短后长，哦，有没有？哦，原来如此，哎，这是跟着你的身高量身定制的吗？啊，是。我每个都想尝试，哎，怎么办？对啊，可以让你尝试一下了，我们可以走一下 K 我，哎，这里还有，这里还走一下 K 我，对啦，这里还有，哇，你知道我这个人超爱粉色的，对，我也是，你看这个粉，这就蛮新的，这个可爱，是可以让你 OK， 让你选。让你选三套，三套啊，五套不可以啊，五套没时间，不要，不要 rap 了。三套 ，OK OK。然后我们一起穿，我穿得下吗？可以，你是高我一点点而已。OK， 我跟你讲，我要给我们的观众的眼睛一亮，我就先给大家看我选的这两个，然后其他的哎，因为这个上面他们还没有看到，这是超浮夸的，超浮夸。I love， 还有头饰一起脸。OK， 好 ，Ready for catwalk？Yes，Let's go。怎么样，尹生姐？哎，很好哦，完全看到你的乳沟哦。讲真的，你多久做一次歌台？其实我们的最旺期是七月，就农历七月，还有新年。那你收过最大的红包是多少钱？我小时候我唱过一首歌，《我的好兄弟》，我拿到了一张1000块，就那一首歌。红包哦，冥币还是新币？新币，新币。新币1000块一首歌。新币，然后我最去年我做过一场新春的新年的，因为很多大老板嘛，很多老板，所以我总共加起来有5位数的红包，发了发了。那 MediaCorp 还有歌台哦，哪边赚的比较多？哎呦 ，so sensitive the question， 哎呦 ，OK， 可是其实我本人觉得，因为你我在电视台啊，我在电影有了知名度，所以更多人认识我，所以我更多机会，所以大家也抢我的工资就高一点啦，所以就工作多，所以呢我就赚得多，所以我觉得是对等的，所以我们叫。共同的努力都要发光发亮，很会讲话啊你！哎，我觉得做歌台不简单，因为这些真的蛮刺蛮痒的嘞。是是是是，然后你又加上流汗，因为我们现在在 aircon。嗯，那你都怎么洗这些服装？啊，其实都没洗，我就会晾干晾出来，因为你很难洗啊，珠子你洗的会脱色会掉亮片。所以我现在穿的是你没有洗过的歌台服。对，都是很多汗的呀，怎么样？有味道吗？好像有一点，还好吧。我要换掉了，朋友的情谊呀。